欢迎回来啊！空岛冒险第二集，怎么这个会跌？好像是我吧，所以它这是我直接用新版本玩了，是 0.17.0 了。我一开始肚子饿，没有食物，这里有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去探险那个地牢。小房子的钥匙哦，小房子是那里，这个这巫婆的，诶，看对面有一个石头屋这样的，小房子是这个巫婆嘛，让我们今天就探险这个巫婆岛，我们直接从这个岛连上去。诶，我们先去地牢。哦，不小心要退出，我东西全部。No。哦，我们的东西全部不见了，完蛋了。我都不要问我为什么我 skin 不见了，剩一只吧。先穿好装备。哦，我们铁刀，哦，铁刀是僵尸掉了，还会什么？残损的亚瑟王之剑，哇，不错嘛。当然你要像子爷，哦哟，差点贪心，走过去直接 GG。千年赤女的神剑，好，谢谢。旁边的骷髅头也挖掉。嗯，没。然后，喂，小僵尸还在。应该就是你打死我啊！死了。我的稿子。喂，所以。这地方危险哦，我回去准备准备一下。你在身上啊，我们的斧头，钻石斧啊。哦，拿回来了，这个最贱的斧头，哇，一般才给我真正的。
找出房间钥匙，找就找到了啦。女巫的小啊，女巫的小屋。在很久以前，远古之人做了一个通往地狱的门。通往地狱的门到底在哪里呢？就是一个小房间而已啊。哦，就是一个小房间，没有东西啊。真的没东西了吗？好，我们去。这样这几位这个岛有点无聊哎。让我们去这个食物岛啊。居然结冰。这里有多冷啊，好，直接开采。我们现在想办法将叠去那个上面那边。带厨子，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要用这种交叉方式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觉自己很废哦。OK， 我们今天发现一个地牢跟两座新的岛，下一集就是去这个沙漠岛，顺便去看一下那个 D&D 岛。OK， 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